GCSE Chinese, Chapter 2, Review, School, New Words. 英语, English. 体育, PE. 数学, Maths. 科学, science, 音乐, music, 历史, history, 汉语, Chinese, 地理, geography, 法语, French, 宗教, religions, 学习, to learn, 容易, easy, 因为, because, 累, tired. 所以, so. For the text, exercise 2, on page 26. 星期三, 张红有7节课。 第一节课是体育。 他不太喜欢，因为他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体育老师。第二节课是英语。张红很喜欢学习英语，他每天晚饭后都在家看英语书。第三节课。 是汉语，他喜欢汉语老师，也喜欢跟中国人说汉语。第四节课是历史，张红说历史非常有意思，他喜欢看历史书。第五节课是音乐。 张红爱听音乐，但是他不喜欢上音乐课。第六节课是科学，他很喜欢学习科学。第七节课是数学，他说数学很容易，所以他喜欢这节课。 Listening exercise 5 on page 27. 陈龙，你好吗？ 哦，我很累。你呢？ 赵明。 我很好。你为什么很累？ 今天的课没有意思，是吗？ 你今天上了什么课？ 历史、英语、数学、宗教和汉语，每节课我们都要看书。哦。 很累，很累。你呢？ 今天上了什么课？ 我很喜欢今天的课。我有体育、法语、音乐、美术和汉语。太好了。